南加州周六热闹展开第十六届大专杯高尔夫球联谊赛，由于活动特别设立四项一杆进洞奖，也吸引广大侨胞一起卖力挥杆，欢庆成立四十周年活动，情况相当精彩。今年的奖项非常的好，我们总共有四个一杆进洞奖。第一个当然是有 Benz 豪华车一台 ，BMW 豪华车一台，另外是10,000块钱现金加上长荣的黄喜桂冠，也是Business Class 的机票一张。希望今天有像去年一样，我们2017年有一杆进洞是 BMW 的奖。预祝各位这个今天的选手能够一杆进洞，因为我们今天一杆进洞的奖品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，希望大家满载而归。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上百位会员周六上午热闹出席，有伯琳达黑金高尔夫球场，且清一色穿着蓝色服装，不只因为好天气好心情，且个个都精神抖擞，要力争四大一杆进洞奖，分别是宝马汽车、宾士汽车以及10,000美元奖金加码中华航空商务舱机票与10,000美元奖金加码长荣黄喜桂冠舱机票，至于比赛总所得也将全部捐出去，用于慈善事业。东森新闻李宗儿、叶宏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